盘点高手在民间系列 Later。这个就叫专业。洒在你面前，我是混颠倒，躁动的心太方便吧，我的丘比特在尖叫。我心意，快快显灵！啊，可真有你！你手里扔的那东西，真是煤气罐吗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您上一份工作一定是投弹的。真是高手！哇，这是高手，这是高手！这太厉害了，这个！哇，这个真厉害，这个！
哎呦我的妈！我操！出事儿，出大事了！我操，技术牛逼！压死嘞！成绩合格，请回中心打印成绩单。下车时请注意左后方来车。你感觉刷盘子刷盘简单的话，看看这位老哥吧，我的妈呀，这速度你是开了挂了吧，你上辈子怕是个洗碗机。哎呀！那什么可好的？
就没看到他有鼻子。哇！听到这儿就糟了。之前也就是灭灭蜡烛，炸炸水果，因为平时家里的苍蝇太多了。其实我日常也就是用扑克牌灭苍蝇的，弹苍蝇我是专业的。中国人可以做动作，外国的不会，上传是 Apple。